昨日的烙印，我看图案甚美。我提议右胳膊上也烙一个，左右各一凑一双，才算是圆满了。原来是程羽上弦，失礼了。我原本以为献祭只是一时意气，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恨你。 你别说，他还真是恒心卓绝。不过他的手下却已经黔驴技穷，想不出新招，每日都重复老花样，无趣、单调，实在是乏味。我今日来，只是想提醒姬护法，仙姬派出去抓捕鲛人的仙师府弟子，再次扑空。以仙姬的脾气，姬护法怕是不会好受的。他要是想来，我也是欢迎之极。我想念他，想念的紧。 姬护法是想念鲛人吧？我跟他之间已经好好道过别，就算再次见面，也只会是仇人。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，并无其他妄念。那这些小鱼呢？ 不过就是练练手，打发时间罢了。 若我能逃出仙师府，与你解释清楚一切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张仙使，吩咐你去找的那些人可找齐了？齐了，齐了。他们都是曾经被纪云和训过的，也都是被纪云和送进仙师府受罚的，保证个个恨他入骨，都已经丢进去与他作伴了。这回啊。 他可有的受了！太好了，本宫就等着他摇着九条尾巴来向本宫求饶的那一天。哟，万花谷的纪大护法竟然也会如此狼狈。当日的你可是傲得很呢。你也在。听说仙姬要找与你有仇的人，我便来了。 所以你是来杀我的？我来，只想知道那孩子的情况，别的没兴趣。他被送回了家乡，在他生母的照料下，茁壮成长，无病无忧。那好了，行了，我没别的事了。倒是你，装得惨点儿，被教训就要有被教训的样子。 所以你们都是来找我报仇的吗？不是的，云和，我知道你因为对我好，才被困在这里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守护你的。你在杀我父王，封进东海之时，想不到会有今日吧？你不能杀我，纪云和还在我手上，你若杀了我，师父不会放过他的。纪云和杀我、骗我，我杀他还来不及呢，别想用他来威胁我。 你恨他？你竟然恨他！这真是本宫听过最有趣的笑话。什么意思？你猜啊？本宫偏不告诉你。本宫就喜欢看到你们这副抓心挠肝又得不到答案的样子。不过他真的很讨厌，不管本宫怎么折磨他，他都一直笑。 本宫倒很想看看，扒了他的皮，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纪云和的命是我的，可以杀他折磨他的人只有我一个，你没这个资格。三月，三月。
我要先试试将他的寒气吸到我体内了。 在水里，那才是你最自由最美的样子。那离开以后，我们还是恋人。 只认一个人，直至终老。如果恨一个人呢？就当作海里的泡沫，一吹就散了。在时光尽头细数着自己，那是无数和你。 今日去了北渊，他还真是好性质，要去玩了，去换了鲛人。长义他怎么样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长义世子，长义世子，我要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。你没有和我谈判的筹码。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都在我身上试验过了，我这个药人还有什么意义？凤凰，你没事吧？他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许多。
我们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我的师傅，他是我的师傅。我的师傅，看来先生还是不了解我。我季云和生来好胜不服管，就喜欢置其不可而为之。 你画室里的那幅画像不是他，是你的爱人。难道这天下之乱都是因为他？仙师掠夺了他们的灵力，可本君从未听过有此说法。虽然此事我尚未探查清楚，但我知道仙师的目的，他要乱，为天下办丧。还劳烦天君去寻我的仙师洛景城，让他去乐游山，请青羽鸾鸟出山。若是这青羽鸾鸟肯前来助阵，那我们北院可真是如虎添翼。 如今想要找到他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霍兄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很快我们就会让内行。